天一哥哥，你吃午饭了吗？我朋友送了两张展览开幕式的邀请函，要求一定要异性陪同。不知道你有没有时间呀？什么呢？看那么出神，我看看。哎，妈，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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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不要，不要，妈妈，天一哥给我发微信了。不行不行不行，妈妈我不敢看。嗯，还有密码呢，几号呀？哎，算了算了算了，我来吧。医生说什么了？他说他刚做完手术，特别累。你说这小子心机多重啊，跟你还玩欲擒故纵呢。我就看不出哪一点好了，就跟你见过一次面，看把你迷得不明三道的。哎呀，不是啊，妈妈，你不知道，我跟他超有缘分的，而且他为人真的很正直。我第一次差点碰到他，他说他没事儿，而且最重要的是他最后把我救了，你知道吗？妈妈，我给你看视频。妈，妈妈，妈，看呀，好了好了好了，你看嘛看嘛看嘛。我房天意今天。而且我完全没有想到的是，他还是我爸医院的医生，还是我爸给我介绍的相亲对象，真的是超有缘分的。妈，你体会一下我现在的心跳。你跟爸爸第一次见面，是这种感觉吗？哼，我跟你爸第一次见面，心动的是他。妈妈，嗯，是不是男人都喜欢会做饭的女人？不行啊！我从小父母养你，我把你当成白雪公主一样的宠物，我不是让你给她做饭去的呀！哎呀，好了，妈妈，你别生气了。妈，你应该这样想啊，只有她开心了，我才能开心啊。那如果我开心了，给她做一顿饭又能怎么样呢？是不是妈？阿姨，你教我学做菜好不好？你们都开心得了。张学友的，我为了这两张票把朋友圈都刷爆了。看样子你是铁了心要当院长的女婿了，这样就可以轻易得到你想要的全部了，是吧？要不是你当初把荞面店老板的儿子甩掉，我也不会有现在的机会。倒是你，你的富商男友去哪了？那已经有人了。我们就不能正常说说话？是院长。下午有安排吗？没有。正好我这有两张下午场音乐会的门票，你陪我一起去。好，知道了。
王医生最近和院长走得很近。不关你的事。医院都在传院长女儿看上你了，我了解你，她不是你喜欢的类型。前女友很可怕，特别是伤过你的前女友特别可怕，对吗？谢谢。我很想你。好久不见。会吗？前几天才见过。是哦，可是好像隔了很久了呢。院长到了吗？哦，爸爸他今天临时有事情所以不过来了。演出快开始了，我们赶快进去吧。听爸爸说你工作很认真，什么时候带我去参观一下你的工作环境啊？这个要问院长。拍照吧，不是刚拍过吗？上次是误会嘛，而且是录像，太礼貌了，一起拍一张。